香港 KKBOX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瓦兰根。我的全新专辑《硬戳》已经上架了。我在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呢，是《一只鞋》，因为呢，在这首歌里面我有非常突破性的演出，在配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过瘾。那录音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，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我念口白的部分，其实是我自己有点临时起意的。我就跟制作人说，哎，让我来念念看，然后就在那边恶搞，没有想到最后才放到专辑里面了。歌迷朋友很多人也都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推荐这首歌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也喜欢我的新专辑《硬戳》。在水沟，在塑胶布上停留，在神秘的远方等你来找。